大家都含糊笼统，没搞清楚啊！啊，迷是你不了解，啊，你对于这个事实真相，啊，理事因果都不了解，你就相信它，这叫迷信。相信了没？你不相信它呢，也叫迷信。为什么？你没搞清楚吗？没搞清楚，信它是迷信，不信也是迷信。 你们想想对不对呢？哎，你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那就不叫迷信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是在理论上搞得很清楚啊，事实上我们接触很多。